来分享 D W D Two W G，然后 Irvin 在群准备。哦，看一下我在哪。耶，好。哦、oh, okay,，我已经好久没有用文字。好，Hi 大家好，我是 RS。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公民科技促进社会民主的研究案。那这个是我们就是上在,在呃我和。 呃，知志新和之后，还有偏方。我们在就是《g r i m m 撒蜜》之后，延伸做了一个研究案。那其实就是，嗯、呃，大家还记得就是《g r i m m 撒蜜》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其实。 当场有，就是包含台湾、日本、韩国，还蛮多的公民社群团体有来台湾。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也包含，就是呃，不论是公于公于私，然后在不同议题上面，我们都有看到说，哦，大家好像在各国社群就是有一些共同类似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当时就是那个 panel 可能很很短暂、很快速，所以可能没有被好好讨论。 那刚好有一个契机，就是呃那个时候，书法部有想要做一个就是政策研究案，他们想要知道说到底大家在公司写业的时候有什么痛苦的地方。那呃，我们有机会把它写进政府报告里面，所以等于是在扫命之后，我们呃在扫命当时和就是扫密延续的内内容，我们就呃去采访了不同国家的，就是呃公民社科技的社群，然后、呃、我们去问问他们和政府怎么合作，他们专业的痛点是什么，然后我们后来就是。 用一个比较一言以贯之，就是说哦，希望可以让社群许个愿，就是说哦，如果你可以让呃公部门听到说你在公司协力里面，或是跟就是呃政府合作说他要怎么样帮助你，他要怎么样促进这个社会大家可以蓬勃发展，我们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契机，所以就有这个就是有点神秘，好像从就是撒密长出来的研究案。对，那当然很大的一部分是跟撒密的，就是呃内容有关系，但是我们同时也会比较深度去问说哦、呃、之后还。 在比较深度去访他们，说，哎、欸，请问你那个你们这个社群啊，或者专案，你觉得怎么样看对民主啊，或者对嗯你的就是社会服务有什么影响？然后你希望可以跟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的改善，或者什么成果？你想看到什么？然后其实我们访了蛮多有趣的人事物，就是包含例如说我自己也有在参加开放国会，那或者说像那个 LUS，就是呃对。 然后或者说像那个日本他们呃 c o c o j o l a 他们在推 d e c i d e 就是有点像就是线线上的那个公民呃市民的意见的收集的平台。然后有一些很多小的地方创生啊，都市的就是新的展现。然后我们都有去采访，然后还有一些找到，例如说韩国很酷的，就是把呃国会议员都去吃哪些餐厅给标出来的一个很酷的那个 j u m 的专案，对，大家后来都会用那个来就是去找那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对，这是我们很意外的一些发展。然后当然也有遇到一些遇到一些帅话，例如说像哈巴就讲说哦，这个就是公民科技，就将、是、心比心的问题啊’。对，我们要和公部门合作，但是同时可能韩国也那边也看到一些说哦，我们希望公部门就是可以至少跟我们保持井水不犯河水也好，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当然有一些很酷的机会，例如说像我们今天要讲到防灾，是我们那时候有跑去那个就是给 i 总部，然后他们都是福音战士的一些。 很酷的周边，然后还有一个神龛，就是里面都是周边这样，对，所以所以那也是一个很神秘的经验。那我们其实呃，这个报告已经快到尾声，最近在就是润全文。然后我们在 Cover Japan 的时候有先呃把日文的，就是先从中文翻成英文摘要，然后中文再翻成日文日文摘要，然后有大概在那边报告说我们仿了谁，然后有什么有趣的地方，然后他们也有很 nice 画了一个很酷的海报，对。 那所以那边有一个就是快速的预览。那今天刚好趁大松的机会也跟大家讲说，就是呃我们现在就是在 s e c 开了 D2 的一句，就是 D2 的一句是 Digital Democracy 数位民主，然后 Working Group 就是之后就是这个呃从社群长出来的专我们会试着想要跟把那个报告的全文啊，然后还有研究的包含访谈内容、啊、组织稿可能会陆陆续续整理在共比，然后放在 s e c 上。 然后应该是十二月的时候会公布，所以就是现在还在就是疯狂校稿。对我觉得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睡觉。 对，但是还是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会在十二月释出，然后大家可以去 follow 那个 SEC d t w o W g 的频道，然后我们之后也会丢到 General，然后应该也会透过 GNV 的 SN、S、机制，把一些就是有趣的研究摘要或者重重要的政策方向弄出来。那我们到时候预计会翻成八国语言，所以就让各国的对八国语言，然后包含从就是日文、韩文到印尼文都有，所以希望到时候可以让各国的公民社群。 就有一些可能，当然说破不值钱，但是你拿着这个报告回去去找自己的国家說，说哦，你看台湾政府都有做这样的报告，或许就是一个契机，说让我们可以达成一些改变。我觉得这是从社群长出来的研究案，跟就是你知道路边的人跑进来居零 B，然后说哦，我现在要研究你们，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希望研究案可以做一种改变的工具和方式。对，这是我们目前在做。谢谢大家。好，谢谢 RS。那我们再来。